酒吧有事有事啊！今天呢，目前呢，我们就是在位于色档的巴沙马拉夜市，在这里呢，就是有我是阿凡，还有在我的就是在好拍档，他是谁？秋月 ，Hello。OK， 那我们两个就在这个夜市呢，将会穿向小街，然后呢，就会送一些礼物呢给大家的。所以说呢，还有就是黄金十五秒呢，也是会送给大家的。来 ，Let's go。耶，走，开始喽。老板你好，生意兴隆，老板。有订酒吧吗，老板？酒吧吗？你要不要录音？要不要打广告？好，来。好，老板打广告。那现在目前呢，我们就是走这一个叫做黄金十五秒的。对。那么给你十五秒的时间，你可以打广告。那你直接就说了，就说你的名字，然后说你地点，说你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在酒吧吧，然后24小时的就会为你免费打广告的。OK， 现在我就送你这个黄金50秒。15秒，十五秒好了。OK， 十五秒。好的。来，大家稍等一下啊、哦。准备好了吗，老板？讲你的名字，然后讲你是在什么地方。来。啊，各位988的听众，你们好，我们这里是沙滩的巴沙马拉，我们这边有一个奥达，劳勃奥达，什么名字？我是邱在兴，然后我们这里奥达十只6块钱有送一只，而且我们有上门烧奥达，你们如果有订烧烤奥达，我们可以上门服务。电话是0162779323，还有一个是0122266362，谢谢。谢谢你，祝你生意兴隆。酒吧有声有色。好，就是走这一个叫做黄金十五秒的，那十五秒时间呢送给你，然后呢说一些祝福语的，好不好？你好。十五秒的时间来说祝福语，然后是你想要求婚啊、征婚啊，或者跟你的啊今生就是来年说爱的话都可以。很年轻啊。OK。那目前，那母亲节快要到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用15秒的时间，然后讲一些祝福母亲的话？就15秒而已，很简单。OK。立晶，来靠近来点啊！好，好，我们先送你15秒的时间。你住在这边附近啊？哎，来。好，来15秒，一二，等一下，怎么样 ？OK。一二，来。就去到前面臭豆腐檔嗰度啦。
哋有一個新開心車，你嘅車咧就停喺嗰度，一陣會同大家一齊玩遊戲贏。开心的节目。